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s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a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Get either. Wo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 Live Show with Annie， 说出你的使命，感动自己，影响全世界。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 Dato Riz Tiara， 应该很多人都认识他，他就是在这个商场上，无论是社交场合上，都是大名鼎鼎的一位女性的超级强女人。Yeah, so 因为他不喜欢人家说他女强人，他喜欢强女人，是不是这样子？那好，那各位观众大家好 ，Hello， 我们大豆在我们的现场。那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大豆本身说出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故事和一点不为人知的如何成功的秘诀。如果你想知道大豆Riz Tiara 要跟你分享的更多的话，你就把这个直播现在马上分享出去，那么你就已经是赚了好多了。Dato Tiara， Dato 你好。嗨，你好。哎 ，We Women 的TV 影迷全部你们下午好，晚上好。嗯，大家好。所以这一个基本上今天我们这个访谈呢是很轻松的，所以我们就聊一聊，聊一聊天，也跟观众们就聊聊天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现场现在线跟我们一起看着这个直播的观众有好多，我们先跟他们打一个招呼。那刚刚进来的有雷雄，有库一冲，都是你认识的啊。大家好，还有汪阿曼，汪阿曼也很多，对，很多朋友都在。郭亮，谢谢你们的支持。Ivy Lee， 金鸿威 ，Benny Lee， 恩熙贤 ，Kelvin Singh，Bernard Lee，Tiu Yuk Sao，Tian Kim Lee，Karen Chong， 还有这个 Angel Chia 的。
谢谢你们。那么如果你们给我们知道你们在线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送一朵红玫瑰。你看达多今天的打扮，红红好红好漂亮，对不对？好，那你们就送一朵花给他。红红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你们如果等一下你听到非常精彩的时候呢，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啊、拍手啊、鼓掌啊，这个都 OK 的。这么好玩的呀、是是，我们可以跟他们互动。OK， 那平时没有机会见面的朋友呢，今天就在镜头里面就见到我们了。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问达多第一个问题咯。好，你们那达多要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身为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女人，我可以这么说，你的家庭生活也非常幸福，对，但是为什么你一直想要创造一些不同的东西来贡献这一个社会？其实可能我觉得我本身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思想，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把我自己困在一个不让我自己发挥出来的环境，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开心。虽然是说可以穿很漂亮的衣服，也可以拥有很多很昂贵的手皮袋珠宝，但是我觉得我的人生我应该活得比这个更有价值，因为我觉得我的价值不在于这些handbag 和 jewelry， 我的价值在于我本身，我觉得我内在很多的很多东西我都还没有把它发挥出来。就算今天我也是觉得我才出了那一点点力量，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或者我可以感染更多，我可以 motivate 或者启发更多其他人，觉得生命没有希望的，会觉得哦，原来生命是还有希望的。是。那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就女性到了一个阶段，她想要拥有的不再是名牌包包，也不再是名牌衣服、首饰、手表等等。可能那个拥有过之后就觉得我要更多，你知道吗？不只是在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在我精神上和我的价值观和我的一切感觉里面，我要拥有更充实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才是我真正拥有的。我不要白白活，我要活得有价值。我真的希望我的一切我所的做的一切可以给大家一个启发，也可以motivate others， 他们做为更好，也都为社会贡献更多。我觉得这个应该我们应该为社会和为自己该做的东西了，我觉得。那我看到你的豆现在也很拼，所以我觉得很敬佩。我真的很拼，我一天真的做工十多个小时，我一切所得来的没有一样是fall from the sky， 也没有一样是可以 pluck from the trees。我每一样我现在所得到的一切一切都是我每一天用十多个小时去努力奋斗，去努力crystallize 的全个东西，去plan everything， you know， 我真的很用心的在做。OK， 所以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你的坚持和你自己的努力是不放弃了。you know， 就算我只是出来很短的时间，老实讲我还出来不到一年，但是我在这一年里面我应该做了我在十年里面我自己没有做过的东西，因为在那个十年里面我就是在吃喝玩乐，没有去跑趴，然后我就没有做过任何工作。老实讲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根本不需要做工，因为从小家庭环境也不错，然后嫁了之后也是在家看孩子，也没有出来做过工作。所以我其实一路走来，我觉得我看着很多人的成功，很多人的失败，所以可能我在从中我一直学习。我去了很多人家的场合，我又觉得他们可以做，为什么我不可以呢？这样我反而觉得我应该出来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我出来贡献我一量我自己的奋斗和我自己出来打造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很多人又会觉得很威胁，觉得我
我还没出来，他们已经开始讲，他不会做的啦，他就是一个少奶奶，他什么都不会做。你看，他十多十年就是什么都不做啊，也是正确了。我真的没有做过任何东西，所以别人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可以怪别人了，因为我根本都没有拿我实际的本领去show给人家看，我可以做到什么 level。所以，起初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不相信我，也是很多人不支持我。真的，我只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把一切自己拼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 one thing good about me 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要做的东西我是永远不会放弃，我要的东西我就是一定要得到，那就是 one of my plus point 了，所以就 based on this plus point 我就不能外面的人给我多少的 negative comment 和多少负能量的东西 throw on me， 我也是told myself 没问题，我就是做我自己该做的，我就是做我自己能力范围里面我做得到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也不管别人在讲什么，我也管不了别人在讲什么，我只能管住我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好，我就这样子一路走来，走走走也走了十多个月，才走了十多个月。对，Oh my god！ 但是在短短这十多个月里面，我其实已经拼出了一个世界品牌Millennium Universe 一个世界的选美赛。我在五月十一号的时候，二零一九我已经在 The Build Kuala Lumpur 我也是拉了整整差不多20个世界各国的美女来参赛。我自己认为我做得很成功，我不知道人家如何看待我，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我已经够了。跟你讲，因为很多东西我是做给我自己看啊，我不是做给别人看啊。对对对，那都说得很有 point。刚才你们有没有做到一个重点？那都说的就是，只要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不要管人家怎样。negative 的眼光，你觉得你要做，你就要做得最好。对、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因为别人永远不会。尤其是同行的人，或者是妒忌你的人，没有人会永远不会告诉你 how well you have done， 他们不会的，他们只是一直给你 very negative 的东西，一直是要你倒下去，因为只有你倒下去他们才可以 stand， you know， 所以人生就是如此嘛，你不倒他也站不起来，所以他也担心你站得太凶，也是把他盖下去，所以同行的竞争是很火热了，大家也是。但是对我来讲，我不是用这种心态去看待整个事情，所以有时他们也是误会了我的用意。他们觉得哦，为什么这个女的还要出来打拼？她已经这么有钱，她已经有了这个有那个，然后人家也是开始这样子。为什么呢？她还要来跟我们抢饭吃呢？什么东西？我不是这个，不支持这个用意。老实讲，我真的不是这个用意。我基本上的用意就是，我觉得我要为我自己做一点东西，我也是要觉得我该做的我就把它做好，而且我是。很希望大家反而可以合并，因为市场嘛，就是需要这种选美啊，世界大奖啊，所以我们是大家可以平分整个市场的，因为吃完之后大家也可以循环使用啊。为什么我们会变成是竞争对手呢？我们不应该变成竞争对手，我们反而是变成合并的，大家联手的，因为我们要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所以我看待事情就是如此了，但是别人看待事情，他们就用一个好像是competitor 的眼光来看我。但我每一回我告诉我身边的这些同行，我说其实我们是应该是合兵和合力，我们才可以更强大。因为我看就很多外国的美国大公司，很多欧洲很多大公司，他们也是可以合兵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眼光要这么小的，一定要去把别人打倒呢？是好像我所讲 H&M 也可以跟 Moschino 合拼啊， Moschino 已经很成功的牌子，为什么要跟一个 H&M 一个比较you know 家庭化的或者是平民化的产品呢？因为对他来讲也是需要啊，你知道，不是只是做 up market， 有些也是要连接跟老百姓连接啊，所以这个 market 也是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不可以联手打造呢？所以这种想法才是正确的，我觉得，因为我做我的，他们做他们的，但是市场
很多很多这些都是我们的可以循环 recycle 的，我觉得，对吗？如果大家以这种心态去想的话，那大家就很开心咯。这个是一个收割啦，一个收割。所以在这个圈子里面，如果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可能那个爆发力对社会可以造成的影响更高更大。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是循环，整个 market 就是这样子循环嘛， 对吗？你不可能只是你一个人去 monopolize。现在如果你想做一个人去 monopolize 一个 market， 就你看很多的那个什么 big 的hyper market 进来也是想要 monopolize Malaysia market， 你看最后他们也是不可以成功啊，因为你整天的 focus on to the wrong point， 对吗？所以有时候人就是用一个比较开心乐观的眼光去看待这个整个事业，就大家可能就可以开心的相处下去了，我觉得是如此了。是。那现在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段这个 Millennium 的 video， 好不好？好。那么大家继续哦，等一下我们会来为你聊一些更精彩的。那现在我们先送上一段 Millennium 的这个 video 给大家观赏一下，世界级的选美赛。回来欣赏过了 Millennium Universe 2018的精彩片段，大家是否有什么想法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Dato' Riz Tiara 这一位这么有影响力的女性，她其实从大学毕业过后一直在隐藏着自己的光芒，
步入浪漫婚姻的殿堂，几十年都没有做过生意，也没有做过工作，更不用讲打工，应该也没有，没有打工过，我没打过工。OK， 就是从小就一直很幸福的一个小公主，过后小公主就嫁给一个小王子，大家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直到。去年呢、啊，应该是直到去年，去年年底，这一个小公主呢，长大了，突然梦醒，她突然想要梦醒时分的吗，想要经历一个冒险的旅程，就是against all odds自己就跑出来跟人家都长短了，就是啊，所以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说，哎，干嘛？你不是应该 ，you know， 去 relax 啊，去做 cruise 啊，去 travel 啊，去享受人生。我说其实对，但是那我已经享受过了，所以享受过了，反而是做工这种东西我反而没做过，没有享受过，没有做过，没有受苦过，没有，所以你是打过工，所以很多这种很 technical 的 office 东西我是不会的，你知道吗？我只是会很多，我很多 idea， 所以我每一回都是把我的 idea 全部摆出来，然后我要告诉我身边的 technician 或者是那些 app person， 我告诉他我要这样这样这样，然后他做到为止，我说 OK， 就是这种东西我要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因为他们也是很难摸索我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要用很长的时间去 communicate 他们，一直 show 给我看他们为我做的 artwork 啊，他为做我的 video，我就是一直要摸索我的感觉，然后我就说 OK， 对，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用很长的时间，我的时间用在 construct 这个 whole thing 是比人家长很多很多倍的，老实讲就好像我刚才所讲，因为没经验嘛，没有去在 office 做过嘛，你知道，所以什么经验没有，就是凭着自己的一个意念，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坚持我的意念，对，意念，因为我觉得我也不要觉得，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女人漂亮，对，漂亮的脸孔天生就是一个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但是她的这个美貌它会一天一天一天的消失，所以当它消失之中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利用我们人里面的内部的思想和我们的力量去把自己最美丽的东西贡献出来，所以我希望把这个东西给live it out， you know， 活出来的感觉，就是我要捏着方向而跑，因为我觉得女人的漂亮不在于我们的年龄，不是在于我们的数目，号码，人家很多人问几岁啊，这个呢，我就很讨厌。我说，其实我的价值不在于我几岁，我的价值在于我的经验和我的故事。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女人在任何一个年龄都是可以发亮的，但是要如何令她发亮呢？就是我要跨越那个框框啊，我要跨越你们common people think of 那个框框，我要跨越那个框框，我要证明我自己有能力啊。因为漂亮的女人每一天都在society after high school 出来就是漂亮女人，you know, with all this makeup skill, with all these things, 但是要真正的从里面漂亮出来，这个真的是要修行和修养和人生很多经验，要把这个最漂亮的东西分发出来，发放出来，就是我是靠着这个力量来希望大家能感受得到这份力量。因为那一个真正的魅力是从心而发出来的，我就希望这个灯会自己这样子亮起来，就是希望我在继续老下去的时候，人家会觉得哇，她还是很漂亮啊，她还是很高雅，虽然她不年轻，但是她的美不在的脸上，也不在她的年龄里面。我不喜欢人家用一个这么肤浅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哦，她漂亮只是因为她的脸没有皱纹，她身材很火辣就是美，对，那个也是另一种美，但是那个美如果我们不可以保持或不只可以 hold 住的话，那个美也是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消失了。所以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女人就要 pick up 我们自己的 internally， 我们要 pick up 我们自己的 quality， 我们要 outshine 这个上天再不可以帮忙协助我之下，我要自己协助自己。对对，作为一个女人要有内涵，你认同吗？对，就是要有那个内涵，from your inner heart。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了，所以我希望，可能今天晚上有看我们节目的女性朋友们，永远不要放弃了。我觉得放弃就是最大的失败。You know， 因为你放弃，你已经surrender， you know， 你就不要了嘛，所以永远不放弃，永远不 surrender， 我就是有一线希望嘛，
对吗？好像我所讲，我不知道我这样子努力的做下去，我会 achieve 到什么 level， 我可以到达什么一个 level， 我也没有想得这么远，我只是觉得我一步一脚印慢慢做我自己该做的，我努力把我自己能力能做到最好的。可能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不够美，那个不够好，我说对，但是不要对我太大要求，因为我个人力量有限啊，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在做。而且我也是好像我所讲一个 newbie 一个 new baby 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所以我是需要一点点时间成长，我也是需要一点点you know 给我自己的所以我不喜欢听那种负面的，我也是跟我的朋友讲，你们不要告诉我们你在外面听到什么东西， please don't tell me， 我真的不想听，因为听了之后只会令我觉得很伤感，因为我觉得原来人的本性是如此，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妒忌，you know， 妒恨，恨人家可以做得比自己更好。他们不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觉得哦，他做得更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了什么努力来做得更好呢？为什么不用一个正能量的角度去看？为什么他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很努力啊，因为他用了很多时间做这个做那个，不如我们去学习他。这个反而我觉得是应该学习的东西咯。我不是说自夸我是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人是永远要学习，我到这分钟我也是一直在继续学习啊，所以就算别人讲好讲坏我也是听了，然后我告诉我自己，我自己觉得对，我自己觉得正确，我自己觉得问心无愧就好了。那其实除了学习如何做得更好，其实他们还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就是如何跟 Riz Tiara 联系，如何合作。我觉得聪明的人应该要讲这一句话。welcome 他们，真的是 welcome 他们。其实在世界各国我也是在 extend 着我的橄榄跟Millennium Universe， 我也是跟其他各国的很多的organizer 啊，其他国家的，我也是希望他们跟我联手。所以现在我在 Bangladesh 是开始了那个 Millennium Universe， 也是很成功，就是我一直鼓励我身边的一个 Mrs. Bangladesh 2019的，我一直他也是从零开始，但是他进步的很快，他先生又很协助他，所以他真的进步很快，所以我也是一步一步的教着他如何把这个事业做出来。因为我从不妒忌别人做的成功，因为他的成功只要他一天感恩于我，记得曾经我是曾经教过他的，我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我只是不喜欢人家反回来咬我一口，这个我是忍不了的。但是如果对，因为我可以教你任何东西，从零开始，我是真的把他。现在他去了 Bangladesh， 他做得很成功。那天才前几个星期，他有整千个enrollment 啊，后来他 shortlist 到 audition 的时候都有好几百个，而且有20多个媒体去访问他，还有很多很多的 Bangladesh 的太太们也是非常非常希望的能够进入这个 Millennium Universe， 他们也是一直有 message 我说他们那天表现不好啊，他们那天不舒服啊，他们那天穿错衣服啊，他们那天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所以没被选上，所以他们觉得很伤心啊，但是他们好希望可以来马来西亚见到我啊，然后可以继续有其他的机会给他们可以连接上啊，所以我也感得到这个力量也是在you know transmit 招外国很多不同的国家而且我们在 Bangladesh 做它的 concept 也是不错，我们是用做这个保护地球的 concept， 所以那个 Bangla TV 也是把这个 project pick up 做成8个 episode， 就是看这些参赛者如何用他们的 constructive way 去保护这个世界，保护 environment， 所以我们在提倡做这个在 Bangladesh， 所以这个8个 episode 里面之后我们二月的后之后就会选出那个 Miss Bangladesh， 会代表 Bangladesh 来马来西亚成为我其中一个next May 的。 Very good、yes. 我看你没有做过，但是为什么一开始做就会做到这样哇、而且是 international 一下子就发扬光大是吗？ 是啊，是不是因为你去旅行的时候你 collect 了很多 database？ 没有，我觉得发扬光大的道理很快啊，可能就是他们有一些
有时候我就跟你讲，人和人之间哈，真的格局跟格局，嗯，对的格局的人，我一讲他们已经很清楚明白我在讲什么，因为他的脑一直在 tap in 我脑袋在想什么，就好像一个 frequency， 我跟你在一个 frequency level 里面，我在一个频道里面，我讲的东西，他们可以完完全全感受得到。但是啊，所以这种人的话，他们跟我走得很快的，而且重要是他们相信我，因为最重要相信我。怎么找到这一些人？哎，他们就是看了我的东西，然后来了我，他们来了我 page， 来了我看我的 YouTube， 看到我的 website，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从中就选择要来我们的平台啊，所以他们就 register， 所以这个力量是真的蛮大的。虽然我自己本人也是。我自己本来也是吓了一跳，老实讲，因为我自己这样一步一步、小小步、小小步这样做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我做的东西已经踏出了这么大的一步。我自己还是认为，哎，还是小小步、小小步，好像那个 rabbit and the turtle 在上跑，我自己还是慢慢的小小步在跑着。但是，当我看到我把这个东西放出去的时候，有这么多的 contestant， 他们是希望来到 Millennium Universe 来参赛这个的时候，我才感觉到原来我这个东西是这么powerful 的，我已经 implant 了一个很 powerful 的 you know, energy 在这个东西里面，就是一个感染的力量啊。人家 frame frequency 他们一看都知道，哦，这个都是好东西，好平台，我就是要进这个。我还以为你之前很喜欢去环游世界的时候一个国家认识一个然后 group 起来 do something。 没有、啊、真的是没有真的就是好像我所讲啊，不只是 Bangladesh 啊，我的 Puerto Rico 也是在乌鲁和卢图大家准备做啊，他也是还没见过我。他可能12月4号他会来泰国 honeymoon， 他会跟他老公过来跟我见一面。但是他已经好几个月已经 enroll 了，他自己本人做我的 Mrs. Puerto Rico 2020，还有他的学生，他是 modeling 的 instructor， 他的学生也是作为我的 Miss Puerto Rico， 他应该会带上10多个人的 crew member。 我也是那天也是吓了他，他跟我讲我的 crew 来，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个 package 啊？我说你的 crew 是多少人啊？他说我的 crew 可能有10多个人。10多个人你的 crew 你很 powerful， 你一个人来就带10多个人来，你真的是 very powerful， you know。So starting from the Millennium Universe 这一个 project， 对，几乎你都是因为 social media， 对，然后就认识到这一些国外，他们自己来是一样的，对，他们 frequency， 他们收到我的 frequency， 我真的好像是、amazing. 好像是在 outer planet 的那种 alien， 突然间你的 signal transmission， 然后他们全部那些 outer space 的那些 spaceship 就来了，就那种感觉。对，一开始你就是其实你是想做一个小小的选美赛，在马来西亚在玩一玩不了，是不是？不，我也是有一个 vision 是我要做世界的，我要做世界的。但是我做世界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可以跨这么大的一步啦，因为我觉得我从没做过嘛，而且要拉世界的佳丽进来，老实讲是需要很大很大的一个诚信度，因为他们这么漂亮，你看我的佳丽们真的是 super beautiful， 他们是超级美后，他们不是 ordinary 美后，他们真的是国际级的超级美后，他们183cm， 就像一个 Victoria 183cm， 对，很高，对，他们的腿都已经you know， 我的 Mrs. Estonia， 我的 Mrs. You know， 她早上都是183cm，他们的腿就好像 Victoria's Secret 那种 model fashion show 那种 model， 43寸漂亮的的佳丽，然后这么漂亮的国际美后，他们要来一个来亚洲的国家，他们也是需要很多的相信那个 organizer， 他们的信任度要很高，他们才可以，因为他来了之后可能如果一个不小心真的蛮危险嘛，对不对？因为他被我不认识，只是 Facebook 这样讲几句就来了我也可能如果要不是你他们可能没有来过马来西亚，没来过，真的就是因为我，所以很多就是从Facebook 这样讲 Messenger 讲 WhatsApp 讲就全部相信我，所以这个相信的力量也是蛮大的，就是第一点他们要相信我，所以他们才肯来来了之后他们也是很高兴，因为我们大家变成很好的朋友，所以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这样子就传了出去，然后站在我这个 Puerto Rico 那些他们是这个在 Facebook 看到我所做的一切，所以他自己也跟我联系上问我这个我的
东西的情况，还有明年的选美那些东西、然后他自己跟我了解之后，他也觉得 OK， 我这个平台是不是他要带他学生来的。 所以他就是用了很大的努力，现在他们已经训练了好几个月了。我也是被他们的这种 professionalism， 就是说比如说做东西就是要够专业啊，他们那种 professionalism 真的也是蛮感动我。因为他为了来参赛，他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而且好像我刚才所讲，他带上的 crew 都已经这么大的一个团队，就是为了来支持一个 Millennium Universe， 我真的觉得很光荣。我也觉得我自己做的应该值得了，我的时间、我的努力、我的辛苦真的很值得了。老实讲，因为人家做十年都做不到这个 level， 是是，我只是做一回我就已经到达这个 level， 所以我说我一直都没有去想象我能达到什么一个 level 的。老实讲，到什么阶段，我就是好像我刚才所讲，我就是 do my best、但是在我 do my best 的时候啊，人家感觉得到， you know，可能我的东西还不是说很完美，但是人家感觉得到、这个organizer 他是很用心的在做东西、you know， 可能我也是讲到做到，所以这个也给他们很大的信任度，所以我也是要谢谢他们、其实从之前开始到现在，我有好几个朋友我是需要谢谢的。第一个就是Dr. Hill from MSC， 也是他第一天跟我谈这个 pageant 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一直也是要寻找一个 pageant 的 platform 来跟连接、因为他们做 aesthetic 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去宣传他们的 aesthetic 事业、所以他也是一直寻找，但是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讲你的平台就是我要的，所以他也是我的一个很支持，从2018-2019他每一年都在支持我的一个Dr. Hugh from MSC Clinic， 他也是我的一个很 strong 的支持者。还有我另外我的一个从2018他是我的 special queen， 现在2019他又成为我的 ambassador 的 Elaine Kong，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爱我，也是非常非常的相信我，我也是很感谢有 Elaine Kong 的支持。还有 of course 我的 Estonia team， 刚才我讲了我的Estonia team 就是我的 brand ambassador， 很漂亮的 brand ambassador Victoria， 然后Trino 还有Tina 还有 Anchor， 他们几个也是从大老远的，就是一个相信我就来了。他们听不懂中文吧？他们听不懂，但是我刚才跟他讲，Thank you so much, Trino. 我给你30秒 ，Victoria， 你就对着镜头跟那些听不懂中文的，你就用英文跟他们道谢。然后等一下，我们把这一段片发给他们看。3, 2, 1 Yeah. So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you, Dr. Hugh from MSC Clinic, for all your support from day one, and thank you, Elaine Kong, my special queen.2018 and Ambassador 2019, you have given me lots and lots of encouragement. With you aroun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me. You know, with your lov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me. I'm so grateful to have Elaine Kong, Dr. Hugh. And of course, my Estonia team, Victoria, Trino, Tina, Inghert, with your support and with all your trust, we have achieved it, we have done it, and we're going to do it every year. So,looking forward to meet you guys in Malaysia in May 2, 2020.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Oh, 还有我的co-organizer Mandy, 还有 Aaron. Of course, Aaron 也是，虽然 Aaron 没有直接的在这个平台里面，选美平台里面直接支持我，那只是身为一个朋友，他就给我很多的支持力度。他没有参与我这个选美 ，Aaron 他没有参与这个选美，因为他时常跟我讲，他不会做这行，他的专长就是做hair care 选布。但是我所做的一切，他都是非常的支持我，也是很相信我。所以有这些几个真心朋友在我身边，就是我很大很大的力量了。You know， 一直推着我在前面走，我就是。没有他的话，因为对我自己本身的力量也是蛮强大，因为老实讲我内心的力量是很强大，但是有时候我虽然我内心力量强大，但他也会因为有一些情况之下，我也会 getting weaker and weaker， 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其实人就是如此嘛。但是 with 他们的 encouragement 我就好像打了一个兴奋剂了， boost me up again again and again， you know，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yeah、yeah。So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Okay, 谢谢曾经支持过 Nadu Riz Tiara 的这一
大家朋友们，你看，Dr. Riz Tiara 在节目上就这么会感谢大家了。哎，还有我儿子和儿子女，其实我儿子就是他也是蛮乖巧了，因为很多时候外面讲这个讲那个，我有时就跟他讲，哎，嗨，儿子啊 ，How 啊 ，Did mom do it well？ 然后说我儿子跟他说 ，Yeah， I think you have done it well。继续努力，继续努力。这他那一句话也是 motivate me a lot 啦，然后因为他说不是啊，我觉得你很好，我那天我去看了，我觉得你做得很棒啊，因为我也不相信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做出这么多东西啊。我说对了，我说其实儿子，我就是老实讲，我也是要做给你们看的，因为我要你知道，如果妈都可以做成这样子，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比我做更好呢？对吗？我是想 set 那个 role example 给他们明白知道，如果妈都可以做得到，你们更加应该比我做得更好啊，你知道吗？因为你们现在学习的能力比我更强啊，对吗？来 computer 能力也比我更强啊，什么都比我更强，只是我这种拼的精神你们要去学习了，拼了，拼啊，就真的是要出来做，就是要拼了，没有第二条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拼了然后要赢就回来。我时常跟他们讲，如果我们去战场的话，只有两条路，要不你就死在那个战场里面，你就不用再回来了，你就死在那边，要不然第二天你是给我赢就回来，你就是光荣的赢就回来，你要选哪一条路？就是两条路啊，所以没有办法，每一次我都说我要选，我要赢就回来啊，所以每一次我自己也告诉我没有办法不赢的，我一定要赢就回来的，就是如此。一定要赢着对回来，没有办法，因为只有你，要不然你就不要出去打这个战，你要出去打这个战争，你真的只有两条路，你就是死或活罢了，活就是你光荣的回来，因为你赢了，你死就是给打扁了咯，那你自己要选哪一条路呢？对吗？那肯定我不会给人家打扁嘛，因为你知道刚才我都讲了，我好像你说不是你抢人，是抢女人嘛，那你可能给人家打扁呢。只有我扁别人罢了，没有可能别人扁我。厉害厉害，好强好强，是不是终于感受到了 Dr. Riz Tiara 的强的那个威力嘞？所谓的抢女人。好好笑。所以真的，我们女人或者男人都好，在这个社会上打拼，要不就死得很难看，要不就赢得很精彩。对，真的只有两条路嘛，要不然你就好好的待在这边 office 这样 9 to 5，不要想这么多，对吗？你要想很多的时候，你就是要付出很多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不可以说看到人家成功只有去妒忌或者是去讲坏别人， no point， 我觉得我根本都不 care， 老实讲我很多时候我都跟他们讲，他们讲哦，谁谁谁在做什么，谁谁谁说，我说其实我没看人家的 Facebook， 也没看人家做什么，因为我自己忙得不得了，我自己都忙不过来啊，我没有时间去管人家做什么，因为他们做好做什么我祝福他们，但是我自己啊很多东西都要亲力亲为，我也没有时间去管别人太多东西，所以我好像我时常讲管好自己就对了，对吗？管好自己然后就所以我说讲我这样子的，这样的一步一脚印，我也是算走出了，跨出了马来西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也是希望我的其他国家的 organizer 也会一个一个的 pick up 这个Millennium Universe， 在他们自己国家里面去举行这个选美黑，那我就可以把我这个 Millennium， 所以我看的是在世界，老实讲我看的根本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的朋友，我们是应该大家合手合拼，大家一起跨出去的，因为世界太大了，我一个人也吃不完这么大的一个派的，我是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派的，老实讲，所以大家在马来西亚也就是应该相亲相爱嘛，我觉得对吗？因为我的 vision 就是在外头，我的vision 是 worldwide， 对，你的看这个世界的方法跟别人不同，对，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我一步一步踏出去，我世界的路是 globally 的路，我是真的是走都走不塞，我做不完的，老实讲，所以我是希望一直在我身边也是 recruit 去一些比较有潜质的潜能股啦，一些有愿意跟我一起走这条路的
比较乖，比较信任度高一点的那种 beauty queen 也好 organizer， 我是太高兴了。如果每一个国家来了之后，他跟我讲，我回去我就要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在我国家是很好的东西啊。因为我在发扬做的不只是选美，我在发扬的是女性的团结力量，而且是有比较有substance 的女人。因为我这个平台里面很多都是很有能力的女性，比如说我的 Mrs. Venezuela 也是我的 Mrs. Tourism University 也是我其中一个 winner， 她本身就是一个很出名的 lawyer 在美国，在美国，对，她是本身是 Venezuela， 但是她在美国生活，她在美国当律师，所以她本身以这么一个她也是为这个 human right 做很多很多贡献的一个女人，一个 女律师。所以我觉得以这么 quality 的女人可以相信我，应该是她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因为你看 human right 也是我们应该去着重的，所以很多很多各方各业各个慈善我是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it. For example, human rights 我也是很喜欢这个 topic.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也是我很喜欢的 topic. 就算我上回他们来的时候，那个breast cancer awareness， 就是BCWA， 那种也是我们应该注重。都在世界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慈善的题材，我们是可以去协助的。所以每个国家，比如说好像 Bangladesh， 它就保护地球，然后在美国 Venezuela 就做这个 human right， 你说多好呢？那我们是利用我们女性的力量，就把这种东西发扬出去，然后就以和平和友情去把这个东西和美貌，因为美的东西人家就喜欢看嘛，所以关注率是肯定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就以这种女性力量，所以我说今天你请我来这个We Women 也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一个节目和访问，因为你们就是集中于女性的topic， 然后谈女人的各式各样在 fit into the society， 我们能够为社会做什么？因为在很多很多的之前啊，可能老一套的人的思想里面觉得女人就是无才便是德啦。无才便是德，什么都不会，没读过书，什么都不会，就呆呆坐在家里，等老等死就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了，对不对？我不认同那个。之前古老的人就是这样子嘛，还把我们的脚去 foot binding 啊，这个那个就是阻止我们出去啊，然后所以其实也不把我们送去学校啊，以前的人对吗？所以对，有。所以我觉得那个虽然现在也是进步很多，但是多多少少很多人的思想也是如此了。我觉得这个一个很 selfish thinking， 很自私了。因为其实我们女人不只是外表可以漂亮迷人，我们内心的，因为我们有爱啊，我们的爱比男人强很多啊，我们的温柔 ，you know， 我们的这种这个 quality 是男人没有的。但是如果我们再加上有智慧，有 intelligence 啊，所以我觉得男人有时也未必够一个女人的 powerful， 这是我们的 powerful weapon 啊，我觉得对吗？因为脑袋也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 weapon 啊。对，所以一直要训练自己的脑袋。是，你讲了我就知道，上个世纪的女性根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对，最好是你不认识字，对，然后你最好不会开车，你最好不会骑脚车，什么都不会，你最好是脚绑起来，绑起来，然后在家，然后在家就等死了，等老了，然后就给人嫌弃那种了，对不对？相夫教子啊，相夫教，对他们孩子小的时候就相夫教，他们结婚了，你老了就坐在那边呆呆的就等待嘛，就我觉得人生的太浪费了。对，我觉得，而且如果那个是笨女人还行啦，那笨女人可能说 OK， 我就很高兴这样子 OK。但是有一些女人，她很多智慧，她很多很多理想，她这样子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真的很不开心。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反而那个门打开给我们去做我们自己开心的东西，我觉得得到这种满足感，我觉得人生过得才有价值嘛。好像他们所讲，女人要做一个有香气的女人，是吗？这个香气如何得来呢？香气就是从这种摸索这种各样各样的东西抽成的这个香气，你知道，那个气质和那个香气真的不是一天得来的，真的是要经过好多好多东西这样子磨练而出来的。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呢。对，也绝对不是因为喷香水而得来的。Right? 喷香水是给他 extra 了 extra 真正的香气就是有书香气啊，有一点智慧，说话有涵养，有修养，有好的品德。这些就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魅力就不一样。而且人家会觉得你很舒服，很喜欢跟你交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quality 了，我觉得。但是这个真的要用很多心去经营啊。这个不是说生出来就是如此。生出来可能 character 是可以慢慢去进化，然后自己要告诉自己，我要如何 improve。我觉得一直就是这样子 improve。我也是一直去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学习看如何 improve 啊。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有什么东西？接下来就是我11月30号我会在Emerald Resort Hotel 有一场这个，因为去年的2018已经选完了，然后也是代表出赛了，所以我现在2019的要选出来去代表2020的。2019的要选出来，就是在11月30号。对，选完过后就要代表。代表马来西亚，我有几个台都有 Miss and Mrs. Malaysia and Borneo, Asia Pacific and ASEAN and Southeast Asia, 我有几个台都我是需要选出来，我会要把他们训练，然后去 transfer to the world pageant, 就等待着我刚才所讲的美国的佳丽要来， Puerto Rico 的佳丽要来， Canada 的佳丽要来，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日本的佳丽要来，这样子。今年2020应该会比去年更多佳丽了，因为已经有一点小名气了嘛，所以人家也是看得到，因为之前是真的是没有东西给人家看，零，只是一个相信你罢了，我就来了 only trust。 但是这回 at least 我有很多 video, 刚才你们都看了 at least 人家知道，他真的有一些真的 live example 那些 video 给 showcase 给人家看。所以每一回都希望做得更好了。所以现在就是11月30号就是选这个选赛，我们会在那边住上5天，就是有这个培训课程，就是教他们如何猫步啊 catwalk, 因为有很多，我们也是鼓励很多新的佳丽来参加，不是说一定要是 season 的，因为 season 的你已经会走了，所以如果会走了就不用教了嘛，所以我们这个不同，我们就好像一个训练 camp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从里面从你不会零开始教到你会，我会请一些professional stage coach instructor 来教他们如何走猫步，如何排位，如何to perform, you know,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一个课程啊。我时常都跟他们讲，不要每一回参赛你都觉得我一定要赢，因为 winner 才有那几个，你不可能全都 winner, 你知道吗？所以如果赢不了就变成很多 cat fight, 很多 drama, 那何必呢？如果你用一个比较正态的心来去参赛这个东西的话，你说我来是为了认识更的啊，赢自己，我只要 showcase 我自己，我只是从不会我学到会，我也是来认识更多新的朋友，you know, 我也是跟学习看如何可以把我自己 improve, 可能我在家待了这么久，我也是来看看人家如何 improve, 大家学习啊，反而用这种正能量的心态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赢就是一个 bonus, 如果赢不了也不用说很气馁而伤心或者是发脾气，那就是不可以了，没品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对，就因为做 beauty queen 你也是品德也是很重要啊，因为 beauty queen脸蛋是需要漂亮啊，你的内心和你的品格也是要很高雅，这是一切东西才能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因为你真的是代表着一个国家，你是拿着国旗来参加比赛的，对的，所以你不要把自己的国家给羞辱了，然后把自己的国家给拉低了，对吗？所以人的 level 就是我就是来，我参与了，我开心，我认识了你们，我没有赢没问题， you know, 最多可能今年我准备的不够好，我明年再参加，我们也是 welcome 嘛，所以我时常跟他们讲，你就以一个正能量正面的态度来参赛，你就觉得我这个 camp 很好玩，你就觉得来了之后你学习了很多，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所以我每一次都是以这种
正能量的心态去告诉他们。嗯，然后我们在那边我们也有提供他们很多其他的workshop 啊，来 beauty and health 的 workshop， 都是 professional doctor 会来讲课，然后也会教导他们怎样吃得比较好啊，然后也是有找这个 book 的platform， 一个 talent platform， 一个我的一个英国的supermodel 的朋友，他也会来把他们全部 register into 他的 platform， 所以也是提供很多很多work opportunities。 他的 talent 不只是说 for beauty queen talent， 他也是可以唱歌啊跳舞啊，可能煮饭啊TV host 啊各式各样啊 guitar 啊 piano， 你会什么，可能因为在这个 society showbiz 里面可能他们需要人家很会弹钢琴啊，可能你会，然后你 register 了他们在这个 platform 找到你，你也可以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啊。所以这个我每一回都会他们提供上这个很好的一个book the platform， 就跟他提供更多的工作的机会啊，对吗？所以以后可以上来 Women TV 做节目啊，他们对不对？对，可以啊，当然是可以啊，有一点对，因为他们全都是。大家好像我自己本身我都跟他们讲，我当然也不是说一天就变成今天的我，我也是用了很长时间才磨练才变成今天的我，也是经过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磨练，所以我说他们出来参赛也是应该要经过很多磨练，我希望他们以后也可以成为第二个我，第三个我，第四个我，这样一直把我这个理念和这个心态去传染给很多很多的人呐、也把我很多我很想做的慈善的理念也是把他们全部发扬过去，全世界也是我希望得到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目的了，正面的一个所以我说做选美，其实选美在外头看来就说是选美，但是我的 motive 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的 motive 就是交流，我跟世界连接，然后可以做慈善，charity with a lot of beauty with a purpose 啊，我觉得是很重要。Beauty with a purpose. Yes, this is my purpose 啊。Very good. My agenda 啦。Your agenda. Yes. Yeah, I think this my hidden agenda 啦。You finally found your mission of your life. 在外头的人，很多人不明白，他们就觉得很肤浅，就是选美选美这样。我说，其实你们误会了，选美只是，你可以说什么？挂羊头卖狗肉啊，挂羊头卖狗肉到底卖什么呢？那个不是啊，我是说上辈就是如此啦，但是就是 outside you look at it 好像挂羊头，但是卖狗肉，但是我 inside 我 actually having all this agenda of my charity, of my networking, you know, of my communicating, 要不然我不做这个选美，我怎样可以 reach out to the world, 我用什么办法去 reach out to 这么多个国家，对吗？对对对，我现在可以 reach out to 20-30个国家， even all the way to Uganda， 到 African country 都来找我。那如果不是为了这个选美，以什么心态和以什么目的，他们会来找？这个只是一个连接世界的一个媒介，对，和一个桥梁。这个比赛就是一个连接世界的桥梁。对，我的 Melanin Universe 选美就是以美来拉近这些家里们，但是我深一层的目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好姐妹好朋友，大家在一个平台里面几十国家，要不然我这些家里也是没有机会认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啊。对对对，下次你要去到国家旅行也是有一个朋友在菲律宾在印度在哪里跟你去飞机场去接机，大家都有一个友情在嘛，对吗？Very good， 就是因为这样子，对，所以很多人看不到这个目的，所以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生意也是其中一个。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意或产品，但是有一天如果我觉得我要做什么生意或产品，我看如果靠我这个 platform 我已经 build 出来的，我是很快可以连接到好几十个国家。This is a very powerful weapon. It's a powerful networking. You know， 我给你一个 bomb， Women TV。把他推出去全世界，带着你们一起跑，好不好？对，好啊。我们要把那个正面的这些 positive thinking。所以我说，其实behind the beauty pageant big title behind 我有真的有这么多 agenda。所以他们每一个来，我都跟他们讲，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回去，你们可以把这个。然后再累积你们自己心目中想做的 charity， 因为每一个人心目中有自己想 contribute， 因为 because of 他们 family background 或者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他们自己对某一个慈善的
事业，他们是有特别 special feeling 的、比如说有一些可能家里人有 cancer breast cancer， 所以他可能对 breast cancer awareness 这个 program 更加有情感，那你就 pick up 这个 program、然后另外一个可能你就 pick up、protect the whatever animal 也是好啊，对啊，就是你们自己觉得你本身要做，那我们一下子几十，这年是去年是二十，明年可能又二十多，然后一年一年过去，我们几百个人在一直在 promote 做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一个 charity project， 我们也是把很多的 charity project 做出来、然后可能有什么他有什么产品，他有什么生意，我们也可以连接，我们也可以变成一个事业。这个我没有，我 cannot foresee， 我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 level， 我也不敢担保真的是可以成型，但是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目的之一了。我觉得如果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应该是可以的啦。对、所以可以看到你的格局非常大，你看 millennium universe、so the world is too small for you to play you know so very easy you catch up the ball so easily yeah so to me it's like a 我的 weapon 呢，我要把这个全部 connect together、就变成了一个很 strong 很 strong 的 weapon、yeah very good、是应该要这样子做、然后我在一月那个是五月三十号的时候是这个世界的 millennium universe 一月三十号是 Malaysia 的 Malaysia 的 millennium universe、然后五月三十号就是 world millennium universe、还有一月十七号二零二零我就会跟这个 Lion Club Putrajaya Dato Sri Johnny collaboration 一个慈善晚宴、在邦沙那个就是一个世界名人大奖，我也是把世界很多我的朋友就是明星啊、导演啊、都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也是利用这个平台也大家成为朋友、他们也会就比如说东芝恋的那个钢琴啊钢琴家、东芝恋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Korean Top 10 composer 的那首歌很出名，东芝恋的 pianist、他也会应该会找时间来来拿我这个 Millennium World Recognition Award、还有我其他的一些明星啊，还有这个 Paco 啊，这个拍梅艳芳，最近他拍了这个梅艳芳那个粉丝纪录片那个导演，对，他也是会其中一个会来拿这个 Millennium World Award Achiever 的这个recognition 奖的人。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平台，就是也是把这些事业有成的人就也是拉成一堆变成朋友、然后也是借此希望可以鼓励一下在奋斗中的年轻人，希望他们也感觉得到他们的成就、然后向他们学习这个也是我在筹备做的，搞完这个十一月三十号我又要很又又要搞一个，我真的没时间休息、我也是要忙着去搞这个一月一月一个星期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一月十七号的这个 Millennium World Recognition 的、到时请你们过来，好好好好我去做观众对，我会 share the invitation to you thank you thank you而且也是可以借此为这个 Lion Club 筹点他们的 charity fund 他们的慈善的他们每一年都要筹一些钱为Lion Club Putrajaya 这个他们很多很多 activities 他们有需要一年的那个fund for charity fund， 所以也借此也是 collaboration， 好像我刚才所讲我是很开心有这种 collaboration 的、你看因为我做我的这个Award， 其实很多人觉得跟这个 Lion Club 没什么连结嘛，但是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搞呢？但是对我来讲什么都是 is possible 咯，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的意念就是觉得我要为他们筹钱嘛，要不然我自己搞我这个 Award 也是可以啊，但是我觉得就好像没有意义咯，但是如果我为这个 Lion Club 一起做然后我为他筹到他们要得到的慈善活动，我觉得我那个晚上付出的又有意义咯，对吗？他在找意义所以我可以听到那 Doris Terra 他的字里行间他讲的话、很深奥，他说他在找那个意义，他不是在找那一个钱所以因为他够了他有了他什么都不缺，那也不是，那可以赚更多也是开心啦赚更多就买多几个包包了但是
最重要是那个意义来老师讲，对对对，你知道吗？因为我的辛苦努力 用在那个 project 之后，如果只是为赚钱或者是为我自己，我不如可以分享给一个慈善活动，他也可以借此对整个东西就然后好像比如说我有二十个 table， 他有二十 table， 那二十 table 全部加起来他也是筹到很多钱啊，就是这样子大家的和平而对了，我觉得 win-win situation， 对，这就是 win-win 哦。对，说、so, 好过去大家打来打去没有意思，不需要，我都跟你讲不需要，对，是所以看到我也不要打我不打你不打你见到面都是朋友啊，对啊对啊对，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很多时候我都说人生就是如此嘛，所以才是可以比如说快乐是可以选择的嘛，不是天生就是快乐嘛，我们可以选择要快乐还是不快乐，如果整天跟人家吵不是不快乐咯，所以有时候我就说把东西用正面的意义去看待，然后每一天告诉自己哎呀快乐过一天好过给可以过一天了，我就不要生气过了，对吗？人是可以选择哭是来是没有的选择了，你一定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你走的时候可以笑着回去、笑着走，对对对、对，笑着走那很有意义嘛，很有意义哦对你看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只是哭着，而且是没有穿衣服的，其实来的时候是要打我的屁股才哭的不打也不哭的，是吗？对、因为他要打你屁股，他要你哭，然后要把你的东西全部喷出来是吗？你的鼻子啊、你的耳朵的东西哦，是啊，原来是这样，他那些，因为你在那个 placenta 里面的时候，它是 a lot of water, a lot of blockage，他要那 doctor 把他打屁股，就是要他哭啊。哭了过后就连续那几年就哭不停了是 baby 是这样、很好笑。那 OK， 像明年明年是这一个一月，然后还有五月。对，还有什么更加 wow 的吗？ 要不要给他们知道、那可能就好像我说讲二月的时候可能也去 Bangladesh 下咯，因为他们会做他们的 grand pageant， 看还有其他的国家，如果他们有需要我去的话我也会去，因为很多国家说他们来了之后这回2020他们要来学习来认识我，然后他们也想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可能他们自己也会筹谋着去做，所以可能会有好几个国家都会在搞这个 Millennium Universe 这个 pageant 哦，我觉得，而且我这个 pageant 是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不像这个 Mrs. World or Mrs. Universe， 因为他们比较是 old school 诶，他们已经 form 了整整五六十年，所以他们的 concept 是比较Roman Catholic 啊，而且他们not encourage divorce 啊，不 encourage 离婚那种，就比较 old school way 了，而且他们也是 proud of their old school way。Yes, it's true, you should maintain their old school way. But on the other hand, 有时候我觉得人也是需要，像这个新的东西去open up the doors。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女性们自己也是很独立，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快乐啊。我刚才讲了，如果在婚姻里面不快乐，他们可以选择离开而快乐啊，对不对？何必在哭哭啼啼、吵吵闹闹呢？对吗？说、在两个人合了结婚了之后，觉得不合适的话，他们选择离开之后，那他们就看了看，哎，好像我没有什么选美，我是可以参加的。我虽然我还是很漂亮，还迷人，因为每一个都是说不可以 divorce， 就是要结了婚才可以参加，那就变成没机会去 showcase themselves。所以我这个我就是 open up， 对，我 open up to all the even single mother，因为我觉得 single mother、只要结婚过就可以了。她结婚过后只是根本没结婚，她就是变成 single mother。我也是觉得。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对不对？对啊，不是代表说你离了婚、失婚，或者是不小心做了 single mom， 因为那个 decision of become a single mom， because she doesn't want to kill a life， correct？ 为什么她会变成 single mom？ 为什么会变成单亲妈妈？因为就是她那个决定要堕胎还是要那个孩子，她还是决定她不要去杀掉这个生命，而保住了这个孩子，她才变成一个 single mom。那他伟大不伟大？我觉得他很伟大，伟大对吗？因为他可以决定说我不要这个生命，我把它给abortion 或者堕掉，那就很残忍，对吗？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这种感情里面也不是说每一个感情都是 work 的嘛，对吗？也不可以说谁的错，也不可以说男的错或女的错，总之在那个 decision 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生命给杀掉，我觉得 I still respect her for that。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如果她还是很漂亮，为什么她不可以给她一个机会去 showcase herself， 或者是出来交流和跟其他的女人一个平台站在那边呢？为什么我们要鄙视她或者是 discriminate her 呢？所以我是很 respect 的，因为我觉得 single mom 第一她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在这个决定里面她也是很辛苦的，因为她肯定面受很多朋友啊亲人的责怪，肯定，然后社会的眼光，然后他又要自己出来赚钱啊，自己养孩子啊，是吗？肯定，真的就是因为爱那个孩子嘛。但是所以我说为什么 she doesn't deserve a chance， she deserve a chance， you know。 所以我就把这些全都是可以come into my random universe 的，我没有 discriminate anyone in my selection of my contestant. So as conclusions, everyone deserves a platform, a chance to shine. Yes, true. 因为好像我刚才所讲每个人的路程是不同的，对吗？所以很多人他们就算是离婚也是可能很无奈之下离婚呢，那他们离了婚之后然后就没有机会了吗？也是不正确啊。所以我觉得总之他们还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放弃你自己，你还要是保持你自己那个美貌，自己的身材，你不可以变成一个大水桶然后跑出来跟我说我要选美，那我就说 please go on diet first keep fit you keep fit first then we can start to talk about chapter two, you know。 所以最重要是你要爱你自己啊，对对，因为你保养自己和把自己搞得美美的，你就是很爱你自己嘛，你不爱你自己干嘛你把自己保持得这么漂亮呢？对吗？就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啊。对对所以你爱自己之后你身材又漂亮，脸蛋又美，那然后你也是去充实自己啊，那为什么不可以有这种发光发热的机会呢？所以我觉得你 deserve the same equal chance as another married woman 或者是一个 miss，他没有结过婚，他的 miss 也是一样 deserve the opportunity 呀。因为我的 miss category 我也是鼓励那种三十多岁的还没结婚的，我也是鼓励，因为很多的 old school way 也是在二十四岁是他们的 cut off point。二十四岁 cut off 之后哈，那他又没有结婚，那他真的是不知道，又不可以叫 miss， 又不可以叫 miss， 又不可以叫 miss， 叫什么好？So where should they go？ No way。Nowhere to go， 就坐在那边看你们玩，看你们爽罢了了。所以我就觉得，又好像不对我，所以我说，不如就给他们也是一个机会嘛。As I said， 最重要我是要你漂亮。我可以 even 我的 Mrs 也是啊，我这回也是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他们起初也是觉得，我可以来参加吗？他都我就说我只是要你给我看你的照片，我看你照片之后我就可以达到你的答案。然后他们晒过来的照片都是很漂亮啊，我说你们还这么漂亮，为什么你觉得你 not qualified 呢？现在有美颜相机，每个人的照片都漂亮。后来我也是见过他们真人，也是漂亮，漂亮啊。对，虽然他们年纪不小，但是也是很努力的把自己保养得很漂亮，这个也是一个爱自己的表现啊，对吗？不代表是你年纪大了你就是要变丑啊，要变肥啊，这个不是这个定义啊。就是好像我们所讲，其实没有什么是丑女人，就有懒惰的女人嘛，对吗？如果你好好的保护自己爱自己是可以美得很久的，老实讲对对对，是的。那么这个明年就期待你有更加哇哦的东西给我们看对，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谢谢你谢谢你，因为非常难得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为这个世界做一点 something new。Actually 为女人呢，我觉得对对对就是为全部女性朋友们呢，我觉得Shine all women。跟我们的
跟我们的 platform 蛮像的。其实我就跟你讲，我走的每一个都是小小的一步，但是里面是有一些 hidden agenda、 hidden meaning 啦，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越做越起劲，就是我越觉得我自己做的很多 meaning、a lot very meaningful that I'm doing、very meaningful、所以我就算辛苦一点我也觉得 OK 没问题、最重要是做东西要觉得做的有 meaningful 啦、有价值，对对、要有价值、而不是有价钱、钱是最好是可以、我说了钱可以没有对、没有 at least 有价值啦，对吗？所以有价值自然就会有钱也是正确啦。所以我祝的都 Riz Tiara 以后的这一个 Millennium Universe 可以发扬光大，可以做到全世界去、世界闻名的一个。谢谢你，然后你 trademark 它，让它每一年都有。已经 trademark 了，以后你做 patent 已经 patent 了，全部都是，所以已经 OK 了吗？可以去到全世界。You are ready for that? Yes, I'm ready. Yes.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的跟 Dato Riz Tiara 的聊天。所以记得收看 Women TV。拜拜，谢谢你们，下期再见，下次再见。You think you blow my mind?